凭你们也想攻破我的球门？哼，我们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尽管出招吧。少废话，接球吧。雕虫小技。你们爽了。这是为了锻炼你的守门技术。接好了。接就接。再来再来。还没完呢。那我也训练你们。再来。还有最后一球。完蛋了。小小老师，你没事吧？谁踢的球？阿呜踢的。阿呜。老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真的吗？可可，千真万确，是可可手里拿的什么呀？到时候我们一起。好啊，可可，出大事了。小夏老师要走了，他不教我们了。小夏老师要走？对呀，我们在办公室外面偷听到的。小夏老师为什么要走啊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阿呜用足球砸了小夏老师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所以你真的砸了小夏老师喽？可那也不至于踢走小夏老师吧？对对对，什么不至于？老师每天看到阿呜就来踢。是啊，阿呜很捣蛋的。说起来，阿呜平时的成绩确实很差。不是那样的。我已经知道真相了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第一，阿呜成绩差，一直拖班级后腿。第二，阿呜不是迟到就是上课打瞌睡，一点都不尊重老师。最后，阿呜那一记足球狠狠碾碎了老师伤痕累累的心灵。综上所述，老师就是因为阿呜才走的。难道真的是我？就是你。都怪你气走了小夏老师，我跟你没完。别为难阿呜了，大家想想办法留住小夏老师吧。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住老师呢？有话快说，少来这套。我说就是将阿呜改造成一个好学生。这主意不错。你们要干嘛？同学们，改造阿呜计划正式启动。收到。这真是享受午餐的好地方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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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恶霸犬，赶走这些要饭的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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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得好，赏你的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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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鹅走了，来了个大的，恶霸犬，搞定他。敢惹恶霸犬，天真。什么？傻鹅打赢了恶霸犬。鹅的战斗力也太强了吧。阿呜要做好学生。阿呜起床了，你说要当好学生的。再睡五分钟。肯定要迟到了，看来这个好学生他是当不上喽。阿呜大彪。给我起床。我就猜到你这家伙又睡过头了，快点起来了。
不行。接球！接球！给我接球！给我出门！强迫阿乌就能让他当上好学生吗？祝他们好运吧！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让开让开，阿乌到了！很好，阿乌没迟到。好累。阿乌，昨天的作业做完了吗？作业？我没带。不是没带，是没写。可可，嘉欣，B计划，收到。搞定。今天我要特地表扬一下阿乌，不但作业全写对了，而且字迹还工整。小虾老师知道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耶，太好了！耶，好棒！好，回去吧，开始上课。下面跟老师朗诵课文。好雨知时节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当春乃发生。阿乌又犯困了，怎么办？放心，我在他抽屉里放了榴莲。后面几句哪位同学来背诵一下？哎呦，阿乌难得这么积极，来来来，你背诵一下。我。背啊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很好，继续。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小看，小看。小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阿乌，你干嘛呢？还有嘉欣，你们俩都给我到外面罚站去。当好学生太难了。哼，阿乌，我们那么努力帮你成为好学生，你自己却一点都不认真。就是，连嘉欣都被你害得罚站了。你根本就不配当好学生。谁说我不配？嘉欣，我可以成为好学生，对不对？阿乌，我对你很失望。我又没让你们帮我，我本来就是个差生，我自己去找小夏老师说清楚。小夏老师，干嘛大呼小叫的？小夏老师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小夏老师这么快就走了？小夏老师，等一下。阿乌，怎么了？小夏老师，我有话要跟老师说吗？小夏老师，是不是阿乌表现不好才把你气走的？我要走？不好了！救命啊！快上来！怎么回事？快上来！快上来！救命啊！快上来了！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只能在老师面前变身了。太公鸡，不能让他变身。不好！住手！
什么？休想伤害无辜的市民！看守超人，谢谢你们！快去安全的地方！阿乌，快跟老师走！老师，我……天鹅怪，给我抓住前面那个小孩！我们上！什么呢？老师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，小夏老师。蓝方包，我们召唤武器，赶紧把天鹅怪收拾掉。哼，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实力。快点击正义，订阅我们吧！根本就比不上我们的完美配合嘛！阿武，加把劲！两个不自量力的家伙，居然敢激怒天鹅怪，准备接受惩罚吧！什么？它还有终极模式。终极模式？嗯，如果天鹅怪被激怒，就会开启死战不休的终极模式，力量暴增到七颗星。什么终极模式？花里胡哨的。慧玲，别冲动。天鹅怪是不会放过激怒他的人的。救命啊！天鹅果然比恶狗还凶啊。这就是激怒天鹅怪的后果，好好享受惩罚吧，天鹅怪！无敌铁砂掌！哇！二三一，二三一，二三。
身上疼不疼？他能走路吗？老师，我不疼，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。那我们快离开这里。哦、老师，那边。哈哈哈！现在没人能阻止我占有这座城市了。天鹅怪，给我尽情破坏这里吧！只是个差生，为什么要这样护着我？您不是差生，你是老师的骄傲，快跑！小象老师，小象老师，快点击正订阅我们吧。敢伤害小象老师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狼牙超人变身，兽魂觉醒，狼牙超人急速消防，凯兽狼牙合体。小夏老师不讨厌我，甚至为了保护我连命都不要。一切都太晚了，你们两个队友都被我收拾掉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给我上启动放纵模式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可能的，终极模式天鹅怪不会打不过的。狼神，就是现在。连地球上最凶的动物都输了，难道要恐龙才能打败他们？不管了，先撤吧。小象老师，别走啊！留下来吧，我们需要你。谁说我要离开你们了？不是吗？我只是要去学习，暂时离开两周而已。小象老师不是因为阿呜表现太差才要走的吗？不是啊，阿呜一直是个好学生啊。小象老师，听到没？听到没？我是好学生，以后你们就叫我好学生阿呜。既然是好学生，那就要按时完成作业哦。这段时间的作业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就一点点而已。不是吧？当好学生太难了。快点击正订阅我们吧。